就不需要去背功课，然后我们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然后老师给的功课不一定就要根据原本的东西做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想到什么把它带进去，过后可能可以再加入更多，或者去做什么学习，就时间上也会比较多，然后也比较 free。 就需要时间去慢慢改善，可能我会因为我是手画会比较强，然后我就把手画的东西带入去电脑里面，然后两个combine在一起，然后把它做成我的产品。 一些手工的东西，就好像是手画卡啊，然后有一些手工袋子自己画的，然后有一些是用陶艺品，我们再加一些可能手链跟手环啊，或者还有耳环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们过后可以拿去卖，可能可以去比比啊，或者去卡卡，就目前为止去过卡卡卖过。 就打算去台湾或者日本升学，然后可能如果日本的话就可能需要花多一点时间了。